攻洛阳，梗要揾啲抽卡助下兴啦。哇，五抽中，哇，董卓啊！屌，打洛阳，跟住董卓走出嚟啊嘛？出啊！哇，又董卓喎、啊、喂！呢个洛阳火烧洛阳系咁出董卓、啊，喂，要董卓嘅嚟点洛阳啦而家，我可以换到一件事件战法啊，大佬，洛阳大火，哇，好应景啊，大佬，超级应景啊！好，我哋今朝要直播嘅系我哋要攻打洛阳啦。我哋要加油，前线我哋闭晒城啦。依家我哋全部人一齐攻打洛阳。巴蜀嘅兄弟们，我哋快啦，我哋应该会准备好，然后就会支援你哋噶啦。巴蜀，顶住啊，巴蜀们，加油各位！仲有12个诸城部队，仲有8个。仲有3个，准备清零，清零，器械上，咁因为我哋唔会占嘅，我哋唔会占嘅，所以我哋器械上，跟住到时候差唔多嘅时候，我哋落翻落嚟啦。但系因为我直播嘅关系，我唔想中断呢个攻洛阳，所以我唔会睇顺，同埋我会差唔多可能。70-80%咁嘅所有耐久度，我就退落嚟。打赢咗盘古，赢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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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系卡住咗系谷口，盘古俾我哋卡住咗喺谷口，所以我哋要嗱嗱临打赢咗佢，打赢咗呢个洛阳，咁我哋会轻松好多嘅，轻松好多。咁我哋可以集中去防守嘅，去防守，集中去支援嘅支援。好壮观嘅你睇，攻城909队啊，破千人啊，大佬，破千队啊，唔破千人，超过1000队攻城，有料咧，壮观得嚟又烧机。好，攻城嘅时候搓张嘢先。诶、火烧洛阳，冇铲喎。助下庆先。火烧洛阳嘅时候抽卡。睇会唔会出好嘢先。你啦，系、哎、收皮真系，成日出宣策宣权，唔系宣权，宣策宣坚嗰啲嘢，系、哎、死。好啦，专心攻城，超过1000队啦。好，哇，呢个咩料啊？呢个，你啲工程车，你啲工程车，叠住去噶。啲音乐都实实地。花人像开始扣耐久未咧？应该我对金灵去到零嘅时候，右上角金灵去到零嘅时候就差唔多去扣耐久嘅时候，跟住就可以计到佢一次扣几多耐久，大概几多次可以爆？撤退仲壮观，绝无虚设。差唔多啦，准备咦嗱，有啲耐久已经扣紧啦，即系有啲呢啲扣耐久呢啲系比较早掂到成，捉到成。我话仲有20多秒，尽情狂欢啊！破18000万、100000，
波十八千万，十万八万，一百二十万，一波要打到一波大概二十万到，一波大概二十万到，咁我哋应该要打六波啦，六波，即系三十分钟，三十分钟，六次五分钟，有机会廿五分钟完，有机会廿五分钟，即系五波度，五波，五波器械工程，稳阵啦，如果睇呢个数据咧。如果不是太多器械话战平啊或者战败咁样咧，呢、這个进度是稳阵啊稳阵，大概半个钟度，半个钟左右可以攻陷洛阳城。游侠俾人打紧，边度？我闭紧城，我啲咩人打紧啊？嚟玩喎！我闭紧城，啲咩人打紧啊？继续翻翻嚟，火烧洛阳，唔使惊，我哋 focus 集火，兄弟们上，有胆有毛有兄弟，几时再抽卡？抽咩卡？你讲抽虚宝卡啊，定系讲我入边抽卡？洛阳会出孙，其实已经试咗啦，出咗孙策啊，大佬，我抽出咗孙策喎。见呢、這个，我、哦、呢、這个会剪精华嘅，咁咪抽下卡咯，抽下卡啦，等段嘢冇咁闷啦，好嘛？嗱，你话出孙权噶，俾人呃我去睇游侠各位，都冇乜所谓。吕布，人中吕布。已经突咗好多啦，好，我咁咪继续。快咗少少啫，再嚟一定会出。前日五抽孙权加刘备，唔系咁易喎。再分零钟，准备又打一波啦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加油！我哋开服到而家，辛苦咗咁耐。但系打洛阳唔代表爆机嘅，只不过系一个里程碑啫。但系会舒服好多咯，打完咗洛阳之后，即系唔会成日认住，即系可能唔会成日谂住，哎呀，安排几时打好咧咁样。同埋惊，同埋比较惊嗰、那个嗰、那个逍遥阁啊，过嚟嘅话惊我哋顶，呢、這个防线会。比较严峻啊，谷口防线。咁我哋趁而家呢个僵持紧嘅情况，同埋巴蜀嗰边已经开始都俾人打得太入啦，所以系好需要急切攻咗来人先啦。打佢真系好难受。咁早打来人，系啊。模型少女 live 我会等出出新角色先至 live， 出新角色先 live， 出咗个新活动我已经直播过啦，睇下迟啲出新角色先会再直播。好啦，我哋洛阳嘅城墙内疚一半啦，一半啦，时间都仲有四十零分钟，绝对够做，绝对够做，唔会翻车，放心。虽然我呢个翻车台，但今次系攻洛阳，志在必得。OK， 宣传下先，要改中间啲字，佢唔俾相同字。趁呢个 moment， 我哋又抽一张先。行，攻洛阳，梗要揾啲抽卡助下兴啦。哇！五抽中，哇！董卓啊，屌打洛阳，跟住董卓走出嚟啊嘛，个肥嗨走出嚟，掂啦，我可以换到一件事件战法啊，大佬，洛阳大火，哇，好应景啊，大佬，超级应景啊，
初平元年啊，董卓下令西迁长安啊，然后就喺洛阳成为任意劫掠啊，临走之前啊，烧晒宫室楼台啊，室屋顿荡尽啊，磨腹鸡犬啊，长乐公然尽为焦土，真系吹唔上。好，事件战法。死未？学埋火烧燎原，火烧元年。今日抽卡有冇补底个？劲啊！哇，超应景啊，好应景！hello 夜深，打弱人仲唔抽爆佢，好应景喎、啊！出咗董卓，再嚟个火烧燎原。继续抽，继续抽，继续抽。好，我又继续抽，你哋继续俾 like， 系咪先？嚟啊，应景啊！攻洛阳呢个重大盛事，我一定要记录喺度噶，系咪先？又出啦，颜良。哇！就等呢个铃声响彻天下。嗱，照计数我应该可以攻多次城嘅，我应该攻多次城嘅，先退落嚟嘅。但要稳阵啲，我落咗落嚟先。照计我仲可以，我仲可以攻多次。一唔好俾我尾刀咗，笑死我！抽筋唔开 back， 唔使开 back 啦呢个，我系呢个我要剪精华噶，费事。cut 嚟 cut 去啦，我哋唔开 back， 因为我直接呢个洛阳，哇大佬盛事啦！因为我哋十伏同七伏打咗咁耐，我哋今日6月13号，我唔知道开伏第几日啦，就终于要打洛阳，万八城防军真系好鬼难打。咁仲有3分50秒，仲可以嚟多咩嘅？咁好啦，好似开始稳定嗰、那个。来搞我哋啊！继续，又出啦！哇，全部都系董卓啲人嚟嘅喎，咩料啊？全部出董卓嘅人喎、啊，华雄、颜良、董卓、吕布，我出吕布、董卓、华雄。颜良唔系群咁简单啊，仲要系全部都系董卓嗰啲人，黐线！好，我准备啦。如果啲耐久突然一跌得好急嘅话咧，我都拉落嚟先，应该唔会一廿，有廿几万耐久够，够我攻到 run。加油，兄弟们！依家得翻13000几兵。一开波打嘅时候20000兵，哇，兵算好快，差唔多战平添啊！要再咁打落去，阿颜良系完事嘅，加油，两分钟，我继续抽，今次出咩啦？出啦！哇，又董卓喎、啊、喂！逆者死！这个洛阳火烧洛阳系咁出董卓、啊，喂，要董卓嘅嚟点洛阳啦而家，要董卓嘅嚟点洛阳啊！对于内奸个睇法，我攻完洛阳之后再讲好嘛。你到时再提一提我，仲有1分钟时间，要退落嚟啦，差唔多摸埋呢下。你抽第一个誓词嗰阵，3单4只董卓，
你跟咗我洛阳，洛阳，洛阳出董卓，系咯，真系出董卓啊！依家砌对董卓藤隔篱玩咁大镬，认真。佢火烧人嘅，唔系俾人火烧嘅董卓，但系用藤隔军啊嘛。咁啱撤退嘅，哦呢个有料喎，佢系咪解同盟，所以全部人会退落嚟啊？费事尾刀咗，如果唔系冇理由突然一我哋全部嘅工程车一齐走晒，唔系自己揿嘅，应该系因为我哋冇格仔接住洛阳，跟住解除同盟之后，咁我哋就会全部人落晒落。我冇解釋錯嘛？董卓特骨蔡文姬黑科技群盾，但系好难喎、啊。董卓，哎，埋尾抽多下，哇！最后一嘢惨仗，睇出咩先？洛阳出啦！又是西凉噶，黐线！西凉军，又未完嘢啦！准备洛阳啦，准备啦，准备啦，准备啦！飘啦，准备飘啦！Yes， 恭喜晒，恭喜晒，拍拍手，拍拍手，攻占师弟洛阳啊！恭喜晒剑尖，气吞山河，洛阳被同盟占领。万马撤退，有啲乱啊！啲线好，咁恭喜晒啦！咁灭敌嘅排名就系小鬼、魏四豪言同埋宋小孩，攻城啊洛天影南、项同埋洛。卡斯帕，好啦，主 ，anyway， 恭喜晒，我哋终于打咗洛阳落嚟啦。